谢谢颁奖人，也恭喜得奖者。下段表演节目《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Coco 李玟将演唱一连串最能代表华人电影的歌曲。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 ，Coco 李玟。醒过来，谁明白？怕一
谢谢李文。李文小姐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登上奥斯卡这个舞台献唱的华人歌手。这几年在场的各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都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任何电影创意